有多天真，就别再隐忍。期待你挽回，你却拱手让人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还爱着他，却不敢叫他再等。没差，你再继续认分，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天真，就别再隐忍。期待你挽回，却拱手让人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